就喝的就剩大概不是特别多的时候嘛，然后我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扎到我的嘴了，扎到我舌头了，然后我就把它吐出来，然后发现它的那个浴盐中就是掺了一个小木棍嘛，然后我就和商家就是联系嘛，他就也给我退了款，但是就是心里还是特别的不开心，毕竟小木棍万一喝下去的话还是挺危险的嘛。虽然他退款了，还是希望商家以后多注意一下那个食品安全这方面的问题。